悠悠花花连电，最后一天就热闹。香港有一间专门学校，设计科的老师甲学生来看阮的展览。因有定要当台南五日，除了游览，因就是要拜会台南的个学校，甲看展览。因第一个行程就是来看悠悠花花连电。阮就甲问讲，是安怎个想着来看阮呢？因讲，因是按慢路来看到的，可见悠悠花花也已经出名到外国去了。